玩这个车，放着放着。我知道了，他就随便哼了段旋律，他觉得有一首歌很好听，随便就啊了一声，我都给他猜出来了，他觉得我不厉害。他错了。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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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鼠标来了，他还要拍戏，你对他的表现有自信吗？我不知道，不过他是个一个新生演员吧，还没有什么演戏经验，一定要送导来指导他。鼠标，垃圾都装到车上，让他带走。坐，哦吼，好漂亮哦。要不往前边，全部往那边。快上！坐。他挣脱了。他也发不了劲。方书记。好啊。
身怀有千纸鹤，陪我弹琴写歌，每一分每一刻。江哥感受怎么样？挺吓人的，说实话。我有点怕他们泄力。来，老师，我们恢复一下刚刚的那个位置。两极反转，他逃他追，他们都插翅难飞。换个长点的焦段子吧。啊？换头？换头啊？不算吧。啊？哎，那个咱们网吧的叫尽量别去那边的位置，有人在靠这儿，就不算拍照。叫星星拍个长镜看的，说如果他能像他很乖一样。他那年龄大了，牙都掉了。哇塞，我是男人，谁拉不开？哎，我来拉开，我还不是可以？对呀，很简单嘛，只要是个男人。用配件没有？你别学我了。为什么？收腿收一点，收一点。我得收一点。感觉太长了，放不下了。不要这样，学得来我的动作，却学不来我的位置。算了。小刘模仿赛，
孙雅欣获得了第一名。第一名。你要是第二名。我不要模仿我自己啊，我就是我。张哥，你最满意你身体哪个部位？怎么这么突然？等会儿告诉我。该怎么说呢？最满意我的指甲盖儿。难道不是你的下颚线吗？下颚线太美了。哦哦哦，今天贺老师就给大家带来一期寻宝视频，来看一下这座废弃的森林里到底有什么宝物可以值得我们去一探究竟呢？走吧，跟随我的镜头，我们一同前往。这就是秦朝时候的东西。朋友们，我们捡到古董了，没想到还有这样的好东西会出现在这儿，今天可真是寻到宝了。怎么在这儿还有乳器呢？张哥，你看，我还吃了三颗哥，我才吃了三颗，多吃点吧，我都吃了一盒了，我真吃了一盒了。你刚那包红的全是我吃的，还可以。林哥，掉地上的没有没有，我刚刚绝对没有。就是你吃过的，不是不是，他不吃了，我那我手上的，我吃了三颗，你留一颗给我嘛。你这样吧，你直接留一颗给我，那么投喂嘛。好，站好了。小弟朝你的右边回来半步。站好，后边那个滚。好。哦吼哦吼，掩盖大步。小莫，往的左边来半步。我玩的真快。好来，我们这个从小哥哥那边。他烂了。我们那个石狮烂了一个。到这了。哦吼，盐干大补，没有可以替换的地方。我是买了十个，只准备了七个吗？来个打火机先。来个打火机噻，老师。三十个，你打火机先。我打火机先。怎么？咋办啊，宋老师？给道具老师磕三个吧。不能用光照它是吧？能啊，能，可以。它睡觉了？啊，应该是。它有毒吗？我也不清楚。有点吓人。哇！看到我。收一个蛇，那个蛇对话。真的吗？哎，还真有蛇语言翻译器。你能给我们翻译翻译你刚才说了啥吗？我啊，我说他工作了，上班了，上班了，上班了。天呀，好懒一条蛇，我也见过如此之懒的。五点了，哎，太吓人了！我不。妈妈，你的手机壳是我们的彪彪公主吗 ？Yes。能给我们展示吗？
哦，好可爱。这是大鹏展翅呢，这是。这是大壁虎问世。我是大壁虎。刚动了吗？一直不动，但它是活的。你怎么样？你摸一下它，它那个。我就是买了活的吗？它不动。哎，动了。还有蛇呢，你知道吗？哪儿啊？那边。真有蛇。哪儿啊？什么蛇呀、啊？太滑。黑曼巴吗？响尾蛇。玻璃盒子里面有一只黑色的，叫把那个音乐放下。黑色，你是怕昆虫吗？还是就怕蜥蜴？其实不怕。那你怕蛇吗？怕蛇，我不怕。你这个是什么画作？啊，指挥机可以。OK 了。看到了吗？这都在墙上。乱画了。啊，对，别动了。挺好。不要。来，上来吧。这边的，这边的，上来吧。哎，要开矿，用矿来代笔。你记得有哪个武侠人物是要用笔的吗？来，听好了，来，听好了。哥，增加头高点啊！好嘞。神笔嘛。我想想。哦，我想到了一个，那个。但是那个也不叫笔，那叫浮尘了。但是那不叫笔嘛，那叫浮尘，就长的。好像只有十米马良哦，这么说。用笔吗？判官。还真可以说话。通通通通两元起，全场降价。通通两元轻仓大甩卖，轻仓大甩卖。哦，这个地方真的像什么呢？像我家一样。显然不是。你说我从那边走过来，像不像那种？那个隐居在那个园林里面的绝世高手，天下第一人的那种武功盖世的高人的感觉，我来试一试啊。有那味儿了吗？我就说嘛，一看就是那种高手要出场。五分钟前，应该配喜羊羊的音乐，这样有一个反差感，能把一个绝世高手的那个不同的人物性格给凸显出来。这证明我们啊，要保持童真和天真，才能有着极高的进步。专业，是吧？这个样子你才能啊，成长的特别快，飞速。你看，武功第一人也看喜羊羊。你那个好像是通过的，你要葡萄蛋。
你知道中原马无量啊，这个中原马无量你说这把刀厉害选我儿子打刀打刀你的手机屏保是不是就是你的儿子他不能说我的儿子，只能说是我弟。哦，我好兄弟。哦，还挺帅。必然呀，我兄弟不帅。这大眼镜一戴上，我天哪！文化狗。我都爬到上面来了，你跟我说都下面。这明明一滑下来，滑下来。在后面有点太小了，特别小。小跳，小心点，小心点。来，滑雪吗？这滑雪的吗？现在滑雪的。滑雪，滑半小时那种。上次拍照两小时，滑雪五分钟。那个滑雪吗？那是呼吸冷空气。那叫挨冻，好不好？那叫挨冻。啊，四级开机。啊，五、三、二、一，开始。来吧，躺我身上，来，就是，来，都给你们俩靠。林哥的胸肌该让我靠。真靠劲啊！我是这样的啊。然后靠劲吗？靠劲啊！林哥靠我胸膛。然后脚踝是这个位置。靠劲有点不对劲啊，我的手需要出来才行啊。怎么还躺我一个手上？来来来，雨哥，你过来，过来。这还有一个。啊？这样吧，这个大腿旁边，然后身子朝那边，朝那边。小雨啊，好。叫不停啊。
不剩你了。哎，他们人呢？走了。来来来，这边吧，姐姐。我跟你说，那个不老说，我往左边。哎，你没两颗，你没两颗，他没了两颗。是有两颗，第一颗没打。我第一颗没打。上去，他自己打的。大家帅气的怎么表现呢？但是这个刷子有点挡我眼睛。玩家炫耀侯杰，好好帅啊 ！One more time, OK? Thank you. 我真实的搞不懂这是来干嘛的。就撞上屁股那个花吧，我知道这是什么了，红孩儿的那个，观音的那个，红孩儿落里边，竟然会跟红孩儿有关，不是吗？多少有点离谱了吧？我觉得很像啊，红孩儿坐里边那个，那个大一对，那个是红孩儿长大了之后，多少有点离谱，那个是红孩儿长大了之后。我也可以喂鱼啊，是穿这个还是穿这个？好的。我想要喂一个。你看人家吃出来了。我看懂了，我看懂了，你又看懂了。啤酒。你这样堵他，吹过他吗？不是吹定吗？对。我知道那个龙什么会议是吧？有啥东西？在那个锦江山上面，然后在里面。我以为你们在说那个，说那个，其实是那个龙飞。就是你知道孙悟空他们有多大年纪了？
怎么办，马哥？辛苦了，辛苦了。